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等我一下，我先传个视频。谢谢子琪的花花。哎呦，Hello，你又来玩了。Hello，有一只灰色的小猫咪到我房间来玩了。我不太认得猫的脸，我不太认猫的名字。啥呀？还想惩罚我？做梦吧。Hello，晚上好。好热呀，我。我的相机怎么连接不到？谢谢夏季微蓝的彩虹。Hello，so hot。我今天好成熟呀！我热，我刚刚录完视频回来，热死我了，超热。我这相机怎么现在连接不上呀？好看吗？我感觉这个镜头没有拍出我万分之一的美貌，没有拍出我万分之一的美貌。那我把衣服现在就脱了，我现在就脱掉。是这个吗？连接。哦，我没开蓝牙，不好意思。怪不得我说连接不上。我没开收敛。好吧。哎，这样好像正常了点。Hello，猫猫，过来吗？停止相机的 WiFi 功能。好的。哎，关小了一点，好像正好。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是谁家的，感觉之前也来过我房间，但我因为脸盲，我不太记得叫什么。好，我现在先传一个传视频。Hello，摸一把。隔壁吗？可能吧。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露天会门口有一只非常，也不是非常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胖的布偶猫，但长得很好看。猫猫叫啥不知道，就是那只灰色的。哦，它走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家的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个榴莲。你们等我一下，好了，他现在去走廊了。
为什么拿榴莲要遮住你们？因为我发现别人的身血掉出来，我把它藏一下，不能让你们看到。对呀，我在尬你，你觉得尬吗？啦啦啦啦。现在呢？现在还看不到我吗？现在看不到我，建议看一下脸靠。啦啦啦！明天是真的会解封吗？我们这里还没有人收到，还没有成员收到，就是消息说是可以出去。好的，直接复工了。但是听说上海现在不是还是有几个中风险地区吗？嗨，你们开心吗？复工，开心，复工人现在 happy 吗？我也觉得剧场要开，可能要到很久之后了。园区不太懂，我主要也不是我们这里不太懂，是不太懂社长，他就是会不会放我们出去，可能也会因为安全原因，就是限制出行，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，毕竟我们很多成员都是外地的，就是你在上海，那么上海公司就要为了你负责，所以就这么。草率的把你放出去了，出了什么事情也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平静了吗？要复工了，开心吗？大家 happy 吗？谢谢用烤箱烤微波炉的蹦迪。我在弄榴莲，用烤箱烤榴莲。很香很香。嗯，不复工吗？我觉得现在大家一定很不想复工。呜呼呼，谢谢鸡翅的冰激凌，把榴莲冰起来就和冰激凌一样。呀，挖的洞，我发现我昨天那个妆太寡淡了，还是今天的妆。昨天那个妆，好吃，超好吃，超甜，天哪，就是榴莲甜品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把它包裹在什么糯米纸里面，我看了一个视频，我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听说过印度吗？它是一个国家，印度嘛，它是一个亚洲的一个国家。然后呢，他们那边有很多就是不是很有钱的人，然后也不算是不是很有钱的人，是非常没有钱的人。然后他们就是拿一个锅子，还有一块抹布，然后为生。然后他们那个做那个他们销量九亿的人，九亿的那个美食，这当然是冻的。我还不敢烤榴莲，我怕冻中心都是榴莲味道。他们那个叫什么抹布饼，对，抹布饼，你们知道吗？抹布饼，它是拿一个铁的一个圆筒，抹布饼，铁的一个圆筒，然后在里面烧火，把它烧热，就是你把你平时家里那个锅子翻过来，然后呢，拿那个糯米水，然后就是比较稀薄的糯米水，然后放进去抹布，把抹布放进去，充分浸泡之后呢。取出，然后迅速的在那个高温的那个锅盖上滑过去，就是迅速的，然后它就会在上面结成一层，像是我们中国的糯米纸，就是包裹那个花生糖的糯米纸一样的东西。对，糖炒栗子，呸，那个糖葫芦外面的那种糯米纸，只不过它比较粗糙，没有我们那么细腻的纹路。谢谢 BB 12345678的风车。然后就是烤好了之后呢，就把它取下来之后，不是非常薄的一层纸吗？然后啊，就是再涂一点油，然后放一点那个叫什么，一系列的坚果上去，然后给它一折，然后再涂一涂水，不是口水，是涂一涂水，然后让它那个
那个糯米纸就是粘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做好了一个饼，然后年销非常多，年销9亿，出口各个国家，不知道有没有中国，但感觉我们可能不太喜欢吃那种东西，感觉有点不干不净，听起来很硬，我就怕它那个就把那个饼粘起来那个水是口水啊，我真的。对啊，然后拿那个锅，那个锅你知道吗，是那个锅锅底，然后一个圆圆的锅底，那上面不知道有多少烧剩下的残渣，然后还有那个抹布，不知道是用过的还是全新的还是什么的抹布，然后吃的时候可能还会吃到抹布的那个鲜味，抹布鲜味。我看到这视频我惊呆了，我一连看了好几个这个视频。不客气，非常的惊叹，这个工艺很棒，怎么会有人想到的，然后我就由此联想到了一些，呸，不要联想，那就由此想象到了一些就是意外可以用抹布做的食物。谢谢 BB 12345678记得蹦迪，不用栓 Q， 不用栓 Q， 它是没有味道的，是无味 Q。 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煎饼，那叫什么抹饼果子，就是用抹布做的一个煎饼果子，就是煎饼果子和那个饼差不多，但是那个煎饼果子很干净很卫生，但那个饼就是用抹布做的，而且特别薄，然后里面也不塞肉，就感觉跟韩国吃的样子，里面都不带肉的。它干净吗？那个抹布纤维混在里面，能够保证你的肠胃健康。真的吗？大家如果以后去印度的话，建议大家都拍一拍你在印度吃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拍成 vlog 就会很火。也不用拍 vlog， 你就拍个几分钟，就是拍把它制作过程以及你吃和吃后感录下来，随便录了，我保证你就会火。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，比如说那个什么刘墉，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贝贝，对，就是那个在韩国做了，呸，就是在韩国就是交换生留学，然后他现在好像是放暑假回中国了，就是之前在韩国我们一直探监，他每天都会发他们食堂吃的东西，就是那食堂价格还挺贵的，20块钱一顿饭，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才15块钱一顿饭，就是他们学校的东西很贵，然后一点肉都没有，还都是些萝卜酱菜，我觉得我看了我都不想吃。 Hello 晚上好。卢慧芝视频没看过呀，就昨天晚上又看了一眼，我发现他现在回中国之后我就少了很多。真的吗？是。那你要接电话吗？没有领带，这就是领带。 Hello 晚上好，今天是个小服务生，为大家服务。这是我半个月前买的衣服，他送京东快递送到了。哎，真的吗？那快拜拜我。快点拜拜我。5号就高考了吗？加油，快去复习，还有5天，等高考结束之后我干嘛呢？真的吗？买 Switch 了，好棒呀！哦，现在哪个游戏机都比 PS5 要好，因为听说 PlayStation 的会员它涨价了，它不仅涨价，还要你补差价，就是好像是你买了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的会员，因为它现在涨价了，你要把那些欠的差价全部补回来，知道吗？我真的啊，索尼你好牛啊！
师大明天上海全部解封，太棒了。索尼真的很牛，怎么会想到要人补差价呀？PS5 好贵，我都没打算买 PS5 了，除非十四级升级。嗯，恭喜我解封了，但我还没想好去哪儿玩。我想看电影，《哈利波特》都下架了吧？嗯，好香，榴莲的香味。如果我这时候种下一棵榴莲树，明年中心啊、哦，明年搬中心。如果我此时此刻在这个中心这里种下一棵榴莲树，种下一颗榴莲种子，明年它会长吗？好的，去吧去吧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注意早点休息。我吃的是冻榴莲，真的冻榴莲很好吃，比新鲜的榴莲还好吃。冻榴莲就是甜甜的，比新鲜榴莲还要甜。去吧，刷题加油，真棒！我看看，我还有11个视频。嗯，有机会的话可以等打折的时候。哦，我刚刚买隐形眼镜了，本来买隐形眼镜，然后我看可以付尾款，然后我就付掉了。付掉之后呢，我才想到我就是，2个月之前买的隐形眼镜。然后它价格比较贵嘛，平均下来是要40几块钱一盒，然后我想比较贵，我现在买便宜，然后就把买比较贵的那个退掉。但是我买比较贵的那个，它就是我是买了他们店的购物金然后付款的，也就退掉之后呢，我还有400多块钱的购物金。但是我这次买的那个尾款已经付掉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就是400多块钱的购物金，生活中心在上海哦，我一直很瓜，你想看我叫什么瓜哥？我这次买了12盒隐形眼镜，下次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打折了。感觉这次活动还是很大，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多买，早知道我早点退款，然后早点下定金。那么他们家店这次感觉打得好便宜啊，正常都要50块钱一盒的，然后这次好像是180块钱可以买6盒，是6盒吗？还是3盒？6盒吧，可以买6盒，便宜很多。呸！我头像不是 P 的，是原图之初。你有什么证明我是 P 的吗？哈哈，我昨天去别人的房间看了看，发现他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还有就是那种无火香薰还是什么，有种香香的味道。你看我房间大大小小包，然后就回房间，马上把房间里东西收拾一下，把地上的包裹放到我那个床里面去，就是我不是上下铺嘛，然后我就放到我那个下铺的那个框框里去，这样一看我房间这个走廊就非常的整洁整齐。嗯，我脸有啊，我是长脸，看不出来吗？我今天卷了一下头发，可是流了点汗，可能看不太出来，还有点乱。我一直以为其他人房间跟我房间是差不多的样子，因为我之前去的别人的房间也跟我房间是差不多的，直到我去看了他们，啊，真的好干净，也不是好干净，就是非常的整洁，不是说我房间很乱或者脏，就是非常的整洁，整理的非常有序。
房间我看过呀，主要是我被我隔壁还有我隔壁的隔壁刺激到了，他们房间非常的整洁。支配人，好呀。哇，榴莲太好吃了，我发现今天长胖了。超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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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把别人房间乱挂在嘴边好吗？如果别人把我房间乱挂在嘴边，我会很不开心的。对的，这是冰冻过的榴莲，非常香。我今天吃了肥汁米线，我之前因为没有锅，没怎么吃肥汁米线，我都出给其他成员了。现在我发现大家都开始卖自己的存货，什么卖薯片啊，卖泡面啊，卖什么什么，因为现在已经解封了，我们都不需要存货。肥汁米线超好吃，你一定要尝尝看。不对，瓜不是看出来的，瓜是由性格而生的，你能看出来的这不算，就是。对，我只是今天穿的花一点而已，不代表我就是花。那超好吃。甜甜的。没有，我粉丝觉得我是瓜，所以我就是瓜。我在吃榴莲。他们都觉得我是瓜，对，这是冻榴莲。然后我今天打扮的花了一点，他们就不认识我了。嗨，都怪我平时太瓜了，现在认不出我了。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看上去像个瓜。为什么瓜要是单马尾？瓜也可以是寸头，不是，瓜也可以是。我这样好像酒保。花吗？谢谢派的花花。像酒保喝酒吗？大蝴蝶结。等一下，扎一下啊！我扎双马尾，我不扎双马尾，我没有头发。对呀，你看到的都是真头发，我不适合双马尾。现在，我怎么感觉暗不拉几？等一下，开个灯。怎么能叫为难呢？读书人的事。你是说我是他们的女儿？
谢盖猪猪的花花，谢谢盖猪猪的荧光棒。Hello， 我是98年的，谢谢盖猪猪的荧光棒和花花。你都记错我出生年龄了。谢谢银的巧克力，我这样子真的好像一个酒保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的祝福。我现在要开始给大家表演一个摇酒，嘣嘣嘣嘣嘣。然后首先你要有一瓶酒，然后把它放在瓶子里，然后拼命的摇，然后就可以打开它，然后喝下去啦。然后你还要有一张嘴，这样你才能喝它。喝酒的时候不能同时喝空气，酒不能和空气同时饮用，这样会导致你打嗝，会让你打嗝，产生打嗝反应。咱们又要工作了，去吧，拜拜。好的，来来，等握手会我开个酒吧。明天解封，最想干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帮我妈处理他们单位，好像参加一个读书活动，帮他们注册，好麻烦。我其实也没想干嘛，明天解封，真的吗？解封，我想开握手会。我酒量，我能喝一个大木桶的水，我能喝99.99%纯度的酒，你们能吗？很久不能吧，你们不是谁都可以喝99.9%纯度的酒的。嗯，一般人可能会接受不了。怎么视频传的那么慢？是我给他帧率开太高了吗？说假话，你又没见过。不行，我有那么高，就是纯酒精，懂。对，那不能喝。我知道不能喝，我可以喝上面写着纯度99.9%，但实际上是白开水的酒。什么消毒才75吗？它不合格，它不纯。Hello， 怎么啦？什么是原理打架？等一下，
好的，你早点睡觉吧，晚安。我等一会儿会也关直播。我们今天大家都起得好早，你知道吗？我大概8点多的时候就，咻的一下子就起来，其实没怎么睡，梳子掉了，就是没怎么睡。然后8点钟正好起来，然后下楼，然后发现，就是，大家都没睡，大家都一早下去了。早早的去做核酸，然后我核完酸之后发现对后面对我老长老长了，还好我们下去的早，然后大家都说早点下去早点睡觉。啊天哪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。对呀，今天是不是最后一次核酸？今天过后核酸就要交钱了是吗？是的，早点核酸结束，早点睡觉。我还磕了一个糖，但我不告诉你们，我不告诉你们我磕了什么糖。好奇吗？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糖吧，就是比较普通。真的吗？蛮多糖的，是吗？哎呀，也没什么，你们那么期待，我觉得它反而没什么，也不是那么值得你们期待的，就是，也不是那么什么特别期待的，就是。就有点算是比较硬的那种糖。哎呀，说出来有点尴尬。就是我和水水一起下了电梯之后呢，发现前面有一个人，我没有认出来那是谁，然后水水一眼就认出来那是邓璇，然后两个人核酸完了之后又就一起去拿外卖了。就挺普通的一个也不算是糖的糖，就是这居然都能撞上同一时间去做核酸。哎呀，但大家其实差不多时间了，因为去晚了就人很多。算糖吗？我觉得就还蛮甜的呀。不算糖吗？很轻盈嘛，因为今天明天就解封了。你磕的什么糖？是能说的吗？你磕的糖是能说出来的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我看看我这里。
能放在公屏上说的他吗？等一下，相机高粱饴是什么？我没吃过这种糖。0268开始的几个视频导入，我今天录了，哎，不行，相机过热了，我今天录了一个，然后晚点再录另一个。本来昨天晚上其实有录的，但感觉录的很丑，就是很丑，那个背景很丑，灰不拉几的，所以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再录了一遍。我实在是不喜欢那种灰色的背景。看过啥呀？我可以结束直播之后再去看。什么审核？看我的表情，我无表情，我是面瘫。我是大面瘫。哇，谢谢特西欧伊达斯伊夫的玩偶屋，谢谢。谢谢头西欧伊达随夫的梦幻海洋，谢谢你。哦，第一次把头发往这边去薅，感觉还不错。谢谢头西欧伊达随夫的吹泡泡，还有过山车，比心。表情十分重要吗？我真的是面瘫，大概吧，可能也许。有时候很希望自己是面瘫，因为表情会有点过分夸张。发现今天头发长了不少，所以给它卷了一下，还可以，还挺好看的。好，让我想想我明天要干什么。嗯，我没有意思，我很无趣的，超无趣。我看看，这衣服好热呀。嗯，
谁缺德？你说谁缺德？是我吗？哎，现在相机不热了，我可以给他继续传视频了。嗯 ，Hello。我拍拍照片，等一下还先传视频嘛。从0268开始传。有时候发现用那个叫什么读卡器还是很方便的，但是我电脑那个那叫什么 USB 插口它是坏的，它从就是电脑后面插进去，所以我就放弃了，很麻烦。是的，新相机还不错，用来录视频挺棒的。我昨天去拍照的，就是拍照的时候把相机带过去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摄影叔叔，他就是拿我相机看看，他们好像没有用过这种普通相机，都拿的是厉害高级摄像机，就拿我这说什么开机速度挺快，这也是用来拍视频什么的比较方便，拍 vlog 的，可以把镜头翻转过来，所以当时小黄推荐给我这个相机。Hello， 晚上好呀。那其实我发现翻转过来之后，我的眼睛就会盯着那个屏幕，就不太盯着摄像头，可能这个得注意一下。哇，是不是今天0点开始就要恢复通行了？真的吗？同款。还有一个小时，还有59分钟，我们要恢复通行。真的吗？可是现在是11点，怎么会有电开门啊？恢复通行了，我在想要不要给我手机去修一下手机。因为我手机好像这边屏幕它有点这个漏液了，之前撞在一个尖尖角上然后漏液，我在想要不要修它，感觉似乎过了那么久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。那恢复运作之后，我要给我相机买一个贴膜。我感觉我并不能给它什么保护，我就只能给它这个屏幕上一个贴膜。还跑那么远的旗舰店，那么远，算了，我还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相机套，因为我担心我把它给摔到，因为它我录制的时候要把它旋转之后转到那个什么支架上有点麻烦，对，或者我直接考虑换一个可以竖着的支架也不错。够剧场开演吗？我感觉还有一段时间呢。维修部瞎搞吗？南京路，南京东那么远。感觉他现在也没有扩散，还好，但是颜色比之前要深了一点，犹豫纠结一下。看看海绵宝宝。还有57分钟，但是现在外面也没有啥娱乐设施可以玩的。必胜客开门了，我还买了那个奶茶的那个叫什么圆子，因为我们大家不是都很想喝奶茶，我想你这个奶茶店排那么久的队伍才不排呢，然后我就想自己买奶茶的原料，然后我买来买去我就买了那个就那个叫什么像珍珠一样的那个很 Q 弹的一个透明的那个果冻，
就是那个 Q 弹的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叫什么什么金球一样的那个加在奶茶里面的，其他东西我都没买，就买了那个。然后他今天送到了啊，恭喜！希望中通快递快点恢复运作，因为我好多快递都在中通快递。真棒！对了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我昨天不是把相机带过去了嘛，然后就是想拍一拍我的那个生写就是样子，然后拍一拍，结果那时候市长都会说，哎呦，你团购赚了不少钱嘛，都买新相机，我呸，这是我退税啊，你还有退税，我真的高血压，血压冲顶，瞬间冲顶，就团购有多余的钱我都是会返给每个人的，就每个人计算好退给他们然后什么的，就那感觉他们应该也是在开玩笑什么我是一可达鸭，可达鸭是活的那种吗？还是那个网红玩具？谢谢轨迹的彩虹。可大家我记得好像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玩具，有看到。真的吗？可大鸭鸭蛋，哇！上海电影会不会重新铺垫呀？我错过好多电影，也没有好多，也都是很多烂片，就是。哎呀算了，哈利波特电影也不是很想看，听说不是很好看。什么林黛啊，听上去啊啊有没有海绵宝宝大电影呀？什么一些格林申请在我的雷区蹦迪呀、啊我等一下，不要生气，雷区蹦迪，蝙蝠侠吗？神秘海啊，神秘海域的电影啊、哦，我都忘了。哦，对哦，我可以在网上看神秘海域，就不需要电影，不是电影院看不一样。电影院看那个感觉不一样，特别是就是，对，特别是当没有人看电影，然后你一个人包场的那种电影的感觉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就不是那种。没看海绵宝宝，我想看海绵宝宝。我最近看了，我，哎呀，手相机又过热，不是吧？现在才下载到267，还有4、5个，还有5个。怎么老是过热啊，相机，你不靠谱呀！我当时给我装这个，这是什么电脑的那个人，他也真是的，我不是电脑前盖，他有一个 USB 接口嘛，应该有2个 USB 接口，然后后来那个 USB 接口，因为我就是以前会就是放 U 盘或者是直接手机充电，直接插这个 USB 接口，然后后来他被我怼进去了。他被我怼进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本来是就是在外面，然后正好插上去就可以。他被我就是因为可能手机充电充太多次，然后就直接那个板就被我怼进去。啊！难以相信，谢谢灾胖会被吃掉的荧光海。Hello， 我不是零，我是潘一奇，我是一。就被我怼进去，导致我现在我就是包括 WiFi 的那个接收器，还有那个蓝牙接收器，都是放在那个电脑后面的那个板上面，就没法放前面那个板。对，我应该把它拆开来，把那个板怼回去。嗯，
我不是李李李李林。不行，我的眼睛要瞪得像一这样子，你才不会说我是零。我太聪明了，这都能被我猜到，想利用我。凤凰传奇，我对于歌手可能听的中国歌手不是很多，但是可能有听过，但不知道是谁唱的也会有，因为。以前我家里人他们喜欢听中国人唱歌，中国歌手，然后就是唱，但是我又不喜欢听那种老式的歌，我就跟他们作对，但是他们就把声音放很大跟我作对，被迫听了很多歌。我喜欢燃的歌，还没有看呢。什么叫大爷？不是。我先看看我现在的几个视频，有可以用的话就不传。有点虚焦了。不能看，不给看，我看看。看看你的信息。这是我今天的装扮导致的。以之前我粉丝都觉得我是一个瓜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我装扮的太花，然后就有人来说我是零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大家就是物极必反，懂吧？You know，物极必反。那那是花呀，是浇花，什么呀？三又是什么？你可以二进制，0.5是什么？我不懂。什么意思呀？人家不懂呀。我现在还剩下一盒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份肥汁米线，还有一点点粽子。哦，还有很多东西吃，其实。是零还是欧呀？我不是。我是一，我是纯一，是的，你看我手上肌肉很多，我发现我今天想扣上衣服的扣子扣不上，因为我手臂很多肌肉，就是啊，被我 emo 了。我手臂上有那么多肌肉呀！我今天晚上，哎呦，
就是数字一在这里，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那真的扣不上，这扣子刚好在我手上肌肉最多的地方。为什么我那么多肌肉？为什么三没有？因为三它不是一个数字，它是。不要给别人科普奇怪的东西啊！哎，哎呀，这边的海绵宝宝我都看过了，我看看接下来的是62，没看过，不可以有三。你说的对，再过5分钟我就关直播了。然后去翻翻牌。要确保我今天翻牌都要翻掉，不行，我要马上关直播。嗯？什么？跨年不能跨年，跨年跨了，如果翻牌超过5个没有翻的话，那么就完蛋了。儿童节快乐，等我翻完翻牌再来吧。好了，拜拜，晚安。就是来叫我拍视频的，记得发翻牌过来。拜拜。大家，我们要跨年吗 ？Hello， 要跨年吗？打开一盒榴莲，继续吃榴莲。丑了吗？是吗？我也觉得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比起正常其他手机录的好很多，可能是口袋的问题。好冰呀，看起来哪儿不一样，真的是。视频里发型不一样。
是你白一点吧。呀！噔噔噔，已经上传好了，马上解封了。啊！因为我想了一下，等会儿我要录个沃塔伊的视频，感觉会很累，所以我来直播吃点东西。谢谢鸡翅的巧克力，谢谢轨迹的彩虹。你觉得录个沃塔伊就是很累。然后我昨天翻了一翻，什么六月冷？我昨天翻了一翻，翻到我好像还有库存的大闪，不知道亮不亮，就是有大闪，对，嗯，啦啦啦，六月啦，啦啦啦，六月啦，耶！什么？右眼有东西？右眼有什么呀？啊！这个榴莲为什么那么冰 ？Hello， excuse me， you， 你是真的榴莲吗？啊！我惊了。我真惊了啊！打开 ，open， 我根本咬不动它。你认真的吗？你这个榴莲，是我冰箱太强了，还是？哦，我可以把它捣碎再吃。啥呀？我当然开了美颜。我以前就在想，为什么没有视频美颜呢？结果现在真的有视频美颜。我觉得这块榴莲它有点水水的。解封了，大家人们！解封了，家人们！快乐吗，家人们？啊！谢谢轨迹的蹦迪，你们快乐吗？解封啦，解封啦！呜、出去啦，耶耶！放烟花，呸！上海哪能放烟花？上海怎么可以放烟花呀？但是放烟花庆祝。啊，对哦，今天是我的节日，祝我节日快乐。欢迎来上海看电影，不是看公演。哎，祝我儿童节快乐！我们儿童节要干儿童节的事情。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！解封啦！耶，解封啦！耶，解封啦！当然并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事情。
好像是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嗯，儿童节快乐。社长说我没让你们出门。耶，开心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呜呼，六一快乐，六一快乐！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六一翻滚，六一原地翻滚。哎哎耶耶耶！哦，我刚刚忘记看，不对，好像也没有隐形眼镜，好像也没有上架。啊，我看中了一家榴莲，可以买吗？我没有酒窝，我有窝酒，我有窝酒，我没有酒啊。好的，去放烟花吧，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晚上好，美丽 Children's Day，Happy Children's Day。快乐儿童节啊！我以后要是出历史题目，我以后希望所有出历史题目的或者政治题目的老师都可以出一下，就是2022年的6月1日是什么日子？是上海解放日。上海解封日，棒，开心吗？快乐吗？然后还要列到国际上海国际解封日，是国际上海国际。六一快乐，上海国际解封日。一定要加个 international， 上海 international 接风 day。 啊，谢谢机智的玩偶屋。喵喵喵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要走了，大家你们好，我现在回家。我现在带你们回家看君君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回家，因为我担心我在回家路上就是万一清洁不干净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爸妈这段时间都非常的就是健康安全，就是哪怕我们小区其他楼感染，但是我们这栋楼也是没有感染的，非常安全。我怕我回去可能会带给他们不安定的因素，所以我想想我还是先不要回去了，毕竟我爸妈年纪也大了，我有点担心他们。嗯，差点，还好没被抓走。我爸妈他们都不倒垃圾，他们就是不让我进门。太真实了，我们小区说不定也不让我进门，可能让我进门也不一定，就把连我名字都写错的。翻音起，酒精都，我家应该还有酒吧，真假的？外滩好多人，谢谢 Valverde 15的一条花花。解封啦，解封啦，好快乐。我们现在去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出门吧，我现在想看看君君了。六一快乐，解封快乐，国际解封日，请快递尽快上班。
请中通快递尽快上班。我看看我中通快递动了没。已经6月1号了，你该动了吧。什么？你还没有到我们这儿？天哪，这个华东操作部到底在哪里啊？从那边发出的快递到下一个站点怎么要就要那么多天呢？总选不能在中信办了啊，好遗憾啊！你们遗憾吗？背包，大家记得去微博上搞个热点，就是总选不能在中信办了，生活中心办了，非常沮丧。有没有外滩的直播？让我看看外滩现在长什么样子。嘟嘟嘟，看新闻。我看看，这个是见证，好多人，救命！不是呀，不是呀，上海这个解封，不是因为真的病例少了解封，是经济不行了所以解封呀。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，OK？ 谢谢子琪的巧克力。他不是因为安全的解封，是经济不行解封的。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安全，出门戴好口罩，戴好酒精，随时消毒，随时把自己沐浴在酒精里面。甜蜜。那我们出去也要注意安全。嗯。那现在是不是出去就要随时做核酸呀？你怎么停止工作呀？说说看。祝大家复工快乐，复学快乐。睡着了吗？什么保质期？不是保质期，不是酒酿圆子，我不吃酒酿圆子，我也没有酒酿圆子。嗯，真的吗？那么，那你还要居家办公吗？什么？有人出门了？谁出门了？怎么出门的？我不直播出门啊，我直播，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到。
说到这个，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就是我和一堆女的在外面探险，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个梦，太奇怪了，就是就。就是怎么会做这种梦，就是事情不能说吧，我就是在梦里，然后一群女的，然后我真的是就是，有一群女的帮我出柜了，我震惊了，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梦，啊，可以出真心了，哇，好牛啊！什么泡温泉？不是啊，就好奇怪的一个梦啊。可能是因为要解封了吧。哇，出去了，有人出去了，好棒呀，真厉害。很神奇的一个梦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。什么？带着相机去门口，我现在可以帮大家拍照了。都要出去了吗？我也想出去了，等一下。六一快乐。六一快乐。我不知道出去还进不进得来，剪个警戒线，警戒线已经被先去的人剪掉了，别踩脚下了。我听听，哦，我房间没有窗户，听不到鞭炮声。我不知道中心附近的公园开门了没，开门的话可以去拍照了。你这个榴莲怎么那么硬？你是化掉了吗？无语，那么硬又不怎么甜。我出去看星星，我看大星星。丢，不吃了。这个不甜，这盒不甜，这盒亏了。
以点外卖了吗？我不知道要点什么外卖。啊，米线，骨汤米线，没有我要吃的米线。还有2天是鲁静平生日了。我送给他一个辱骂我的机会，送给他。我看看中心附近。365个祝福，不要谢，给他送给他土味表情。自己送给他，赚死他了。海底捞开的吗？哦，说的对。我也想知道海底捞开吗？开没开的话，我和其他人一起去吃。那我现在食材过期，你们说的对。你说的对，应该上正常商家还没有进，开始大批量进货，还有一些蛇鼠虫蚁，就是品尝我们的食材。哦，确实，那现在也不是很想出去。啊，乌拉，在中心门口逛。我那个榴莲丢掉了，我看看，外滩现在全是人，是不是很危险？大家不要去外滩，感觉
我不呼吸新鲜空气呀、啊。我不是在直播吗？我等会我下去我就跑一下下。什么？白蚁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房间的床是防白蚁的床，这个床是两三千块钱的纯木头的床。啊！对，防白蚁的那种木头，很厉害吧？很贵的一个床，震得我和卢金平找半天。大家不要去外滩。对，然后当时我和卢金平买不起这个床，还是借了别人的花呗用的，就是对我们还是分期还款，就是找其他成员帮我们买，然后我们分期还给他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当初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对，然后他跑了，然后我们这个墙纸也是，墙纸和地板也都是他先付的，地板我好像还没有给他钱，然后墙纸是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给他钱的，因为他爸爸帮我们垫付了，对，没睡够。他血亏，真的，我甚至在想，他走了之后会不会要我给他赔偿一半的墙纸费、一半的地板费、一半的床费？我甚至我都算了一下，大概估摸着我要给他我要给他大概好多钱，大概好多好多钱。让他回来吧。他的口袋我记得之前是可以用的。对呀，之前回来过房间，看望过我，后来看过我。等过一个礼拜再去海底捞吧。探监，你过分啊！什么叫探监啊？我是监狱长吗？难道？对呀，看看，因为我和鲁金平关系，说实话并不好，我和鲁金平关系很糟糕。就是那种互相嫌弃的关系，但是即使是互相嫌弃，他也仍旧是会不停的找我玩，还回来是看病的。他们可能，他对他们看他他们回来看病。什么骂雕？我什么时候骂？是我吗？我发了骂雕微博，谢谢。丝夸曲诗，
奇的乌拉巴哈的彩虹。哦，确实那只貂确实很吵，拉的粑粑很臭，确实该骂那只貂，又吵又臭，真的精神神经崩裂。他叫迪奥，他那只貂2000块，我给他推荐的貂是雪貂。真的吗？说明我平时海绵宝宝看多，我真的念对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平时海绵宝宝看多，你知道吗？海绵宝宝它就是央视配音的不是很全那个资源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海绵宝宝央配，然后你们知道吗？大家卷到什么程度？就是因为会被举报嘛，然后那就是很多标题它都是用那种生僻字，所以我就看很多那种生僻字的那个我那个就是字幕，而且每一集海绵宝宝标题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发一大堆的生僻字，是比你这生僻字还要再生僻10000倍，那个字我都看不清楚有多少个笔画，超多超多。然后时间多了，我就稍微能懂了，就是，对，我真有文化，生僻字大全，很棒，这个名字，很棒，对，叫迪奥。这个字我不会念了，你太坏了，这个字我就不会念了，这就过分了吧。他们那个字是不是呀、啊、他们那个字有那个叫什么，是同音字，然后同音字只是那个你去掉一个部首你就能念出来的那个同音字的，就是你们发的那个字是没有部首，没有部首，去掉部首我也念不出来。这又是什么字？什么什么人？什么什么气？叶卓，地人面气，镇魔诀，乌拉巴哈。我不是，我是麻瓜，对，我是瓜。哦、oh, 我真的真的不是这个，这个字就跟那个正常的字不一样，正常的那种它就是比如说是左右边旁的，你就很好区分它的左边或右边剪掉你就会念了，很棒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现在一到标题大家都很乐意发一些生僻字，我看来看去，我看着眼睛都瞎了，中文都不认识了。嗯，发动异能，儿童节快乐。去洗澡吧，我吃糖，我过儿童节了。
要出去出中心，在食堂外面蹦，在食堂外面翻，在食堂外面滚，在食堂外面打滚，在中心门口打滚。怎么在门口玩呢？我问问有人有烟花吗？直播给你们看。那个手持烟花叫什么来着？手持烟花叫什么来着？宛平南路，你好呀。礼炮，什么傻瓜非要零点出去？去了，之后我们核酸是统一做还是要出去？好的，去洗澡吧。啥呀？吃啥呀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。我想看兔兔，想看君君。假装这是君君，我就亲亲他，君君抱抱，君君可爱。给君君剪脚趾甲，给甲剪指甲。真的吗？端午节，跳操。幸亏君君没有作为那什么备用食粮，是吗？我们是那种人吗？会吃兔子吗？不会啊。我们又不是那种人。我们知道之后核酸我们要出去做核酸，还是继续会有人统一来核酸呀？要出去啊，很麻烦。现在应该6月30号前不用要钱吗？
统一做比较好。要提供核酸码吧。那就是这边那么多。反正我暂时不能回家。我家里很安逸，我不能回去。恭喜你复工了。Happy? Are you happy?开心吗？要上班了，要早起床。happy happy。解封了，没打算出去玩，我这不知道哪可以出去玩。我问问，拍照吗？开心吗？嗯，什么是丧尸围城？我以前一直在想象，假如真的有丧尸的话，会是怎么样子？我们核酸是到什么门口小亭子？逛个啥呀？逛个鸡毛，逛个鸡毛。一个核酸亭，我刚刚问其他地方的人，也是人家说会有那种小区的什么小亭子。他消息蛮准确的，不得不说这位姐消息好准确啊。小黄怎么还没回我？嗯，剧场设备好多拿中心了，其实。就都是灰吧，这场窗帘都拿中心，这场那个帘子都拿中心，窗帘拿中心了，就是那个蝶语的窗帘。
是吗？我说我上次想借那个帘子，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拿出来一个超大的帘子，她说是剧场的，然后就是我说想剪开，然后她说剧场的不能剪，就这个样子。应该是剧场还有要在用的帘子，之后要带回去了。我们是不是要搬中心了？可以收拾，准备收拾东西了。要总选了，噔噔噔。大家都出去吹风了。我要出去了，大家拜拜。我出去吹吹风就回来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